特殊子音，第一个为无声子音，第二个为有声子音。要注意的是，以下这四个声音都是将嘴型微微向左右两侧拉长成一字形，而不是圆形。Teacher， y y giraffe， sh sh polish， y y vision。子音 th 的组合将舌头放在上下排牙齿之间。Thin， z z father。特殊子音，舌头顶在上排牙齿后方，发出鼻音。Queen， queen。舌头顶在下排牙齿后方，发出鼻音。King， king。看起来像 W， 这个音标的发音是我我发音跟母音的 u 很相似，但是却是一个子音。经常出现在英文字母 U 或者 J 的是 ye ye， 因为音标符号跟英文字母 J 一样，所以经常困惑学习者。